就开始谈，嗯，说你们那个主编陈某人是什么样的一个人，你们那个哪个题材是怎么找到的，嗯，是怎么做的，嗯嗯啊，那我们的 AE 啊，就越听越高兴。嗯，是啊，嗯，这个很显然，这个公司对我们这个有兴趣，有兴趣了。是，最后像所有的 AE 一样，嗯，都要做一个收场，嗯，就是要卖东西了。对，嗯，对，他就说，那你是不是在我们这个杂志看广告支持我们？嗯，他就有点犹豫了，嗯，然后还是问。嗯。嗯，每页大概多少钱？嗯，如果连续几个月刊登的话，嗯，能打什么折扣？嗯，问得很详细，嗯嗯，问很详细的结果呢，还是这样吧，你这个广告不适合在你们这儿登。哦，不过呢，我3个月连续你那个价钱。嗯。